韩国女团 TWICE 成员周子瑜数度以出众的外貌挤进百大脸蛋排行榜，知名度哄遍国际。 TWICE 在17日进行短暂约15分钟直播，一名账号竟留言威胁，我要在2019年1月30日杀死你子瑜，我保证。这则留言吓得歌迷人心惶惶。恐吓事件隔一日， TWICE 按照原定计划18日晚间现身仁川机场，九位成员看起来没有受到影响。子瑜神情虽看起来疲惫，但他不时挥手打招呼，露出浅浅微笑，令歌迷松了一口气。但也有人心疼他，要照常跑行程，担心偶像的安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